今年十年，对，十年。这段时间其实不长也不短，不短。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很多帮助我的很多恩人，像旁边的建恒哥，对，亚明哥，哎，亚明哥，对，还有我的陶哥，陶哥，陶哥，老板，还有我们的老鹰，所有的辛苦的员工，还有眼前的媒体大姐大，还有我的 BF 家人们，这十年，其实我出道是六年。六年，对，因为你是在2010年推出个人第一张作品，是，对，对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一路上都有包容我，还不够的我，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包容，所以我有更加的努力，想要呈现好的毕书尽给大家看，所以是要展现给大家100%的。我个人的哦，所以不打算邀请嘉宾就对了。对，没有特别来宾。哦，这样子好吗？就是你要从头到尾用100%跟大家是做这场演唱会。是，好。那我觉得老板给我一个很好的考验。对，所以我要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跟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的舞台，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可以那个活力全开。哦，活力全开，对。而且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座位，几乎都是摇滚区啊。我这次也有特别安排，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放位置，就是用大家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，不同的角度去观赏并精彩的演出。晚上7:07那一天，七刚好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，又是我喜欢的数字，又是我的生日，对，7月7号，所以大家今年也不用送我生日礼物，买我的生日礼物。好，所以各位不要搞错，是晚上7:07卖票，不是7月7号卖票。所以呢，这个是5月14号，这个礼拜六的晚上7:07就开卖，那演唱会是7月16号。是。